刚刚老婆打电话来，这是什么？是个螃蟹吗？嚯，3D 版的。I highly recommend taking a special weapon into battle. In desperate situations. 火球！哎呦，烫死了！又死！又死了！啊，再接着来。哦，怎么又回到这儿了？啊，又得冲！又回到。哦，真难打。得把这个给打了，好。这哥们爬起来吗？他不爬起来，我没法打了。这个不出了。哟，哦，这不行啊，那水平不行啊。哦，火也吃不到了。哦，直接打脑袋上，看看这边能不能跳上去，跳不上去，必须得从左边上去，这难度有点高啊。哎呦，哦吼吼吼，这够惊险的。呀，被石头砸了，哟吼，又是一下，最后一命。瞧，这桥是带电动烧烤的吗？哟，怎么这就死了？Big mistake， 确实，火啊，这 H 就是这最好的武器呀，这也能打到我呀，这不至于吧？我都没子弹了我，呀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老怪来了。这怎么打？这怎么打？这死也太快了吧！这别冲啊！
火。看不到这老怪的血剩多少。这跑不好，有呀，还跑错方向，哎呀，不玩儿睡觉了我，哎呀，这还是有点难度的，还是有点难度的。